Itzy 在 Sneakers 回归后就不断的宠粉，时常在 TikTok 上拍着 cover， 让人看得好过瘾。没想到近日ITZY慶祝中秋节，直接穿上传统韩服跳 Sneakers， 把平时在台上霸气帅气的模样直接翻转，变成可爱又有气质的小女孩。而彩领跳完还发现鞋子掉了，反应真的超级可爱。真的很谢谢ITZY可以这么宠爱咪ITZY，陪伴一生都完全不会后悔啦。